头家十分阁还袂来，当时农家去买菜，无咸无正唔敢来。啊，想想咧，腹肚阁枵，头家还袂搬来，腹肚咧做工咧吼，还袂来，会开始阁唱。腹肚坐枵四五顿，山头卡风生火粉，敢是头家娘甲人困，三顿对人袂招魂。吼，啊，即句着讲了卡迄话吼。啊，以前吼唱山歌拢是我拄仔安尼时吼，即从即边看过咧，迄边溪哦，看到姑娘啊煮饭茶哦，啊哎喏，看到姑娘啊穿红鞋哦，哎呦，问伊大心的有偌多，南山的无算嘛三千个哦，吼。水来无去嘛，头无门诶，一百肉皮搁挂袂断，子孙仔食肉嘛，阮又唔穿。哦，对无，以前就是安尼，才九十几岁啊，无喙齿拢无啊，啊肉食袂落啊，啊只有看着子孙吃肉、喝汤而已。哦，以前就是安尼。